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4.7 前瞻直播，300原石兑换码， 5.0 纳塔资讯预告， 4.7 角色卡池，克洛琳的强度逆天，仆人克洛琳的如何取舍，提前规划原石。 4.7 前瞻直播，300原石兑换码。前瞻直播预计在5月24日晚上8点开启，满怀期待的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塞索斯，详细信息都将在前瞻中揭晓。你们喜欢长腿大姐姐克洛琳德，还是可爱的西格文，又或者是帅气男孩塞索斯呢？当然还有卡池间隔时间较长的艾尔海森、申赫、尼鲁、甘雨，这些角色都有可能复刻，那么你们觉得会复刻哪些角色呢？另外这次前瞻中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国度的信息透露，比如纳塔的新角色、新玩法、新机制，这也符合之前发布的公告。 5.0 版本将会对设备性能要求调整。最后粗略的计算了一下， 4.7 卡池来临前，我们预计还可以白嫖大于3000原石左右，这下不得不提前规划一下该抽哪个角色了。克洛琳德强度如何？该抽仆人还是等克洛琳德呢？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。首先仆人的强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简直就是封丹三体人。那么作为铺垫已久的克洛琳德会是什么强度？其实强度已经在这段剧情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了，至少也是个 0.7 个以上那维莱特的强度。不过在这里的招式这么像斩金牛杂呢？但是最后掏枪这里是真的帅，由此看来他的技能似乎会和枪有关。喜欢克洛琳德打手枪，还是喜欢目前实测封丹三体人的仆人呢？个人建议新人玩家还是先抽仆人比较好，毕竟强度已经摆明了，克洛琳德还是等正式上线实测后再考虑抽或者不抽。